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民进火伴的有鱼读书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讲蒙克所著的《罗素传》。罗素除了在数理逻辑和哲学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外，他还极其关极其关心人类的命运跟前途，积极投身于反战和平运动。在这个领域，罗素也是具有世界声望的人物。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令罗素感到吃惊跟痛苦的是，整个英国充满了对于敌对国德国的非理性的仇恨，连他以前认为具有理性、理智的自由派人士也不能幸免。他在剑桥的最要好的朋友，他的老师怀特海，以及怀特海的妻子，就怀特海夫妇支持英国投入战争。 另外还有一个著名的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叫威尔斯，他本来是罗素寄予了很大希望的人物，他却表现出来对战争的积极的支持，并且老生常谈的说什么英国从事的是一场终结战争的战争，这这战争好像就因此就是正义的战争了，就应该打了。罗素很快就发现自己在反战活动中间只能单打独斗，找不到盟友。 从一九一六年开始，罗素与英国的反征兵团体合作，从事反战的活动。英国政府在这一年通过了兵役法，改变了以前的政策，把十八岁至四十一岁的所有的没结婚的单身的男性都纳入了服兵役的范围。反征兵团体就利用跟引导在民众中间广泛存在的反征兵的情绪，把运动转变成一场自觉的。 有效的抗议运动，他们的反征兵运动的目的不局限于结束征兵，甚至不局不不局限于结束战争，而是要结束军国主义本身。就他们目标是很高远的、很大的。罗素在这个运动中间呢，他支持的是激进派的主张。就反征兵运动有激进跟温和的不同的派别，激进的派别就是全面抵制，就是要。 他们的目标是要废除兵役法。那温和的一派呢？他们的主张就是用比较人性化的方式来实行兵役法，或者是力图减轻那些拒绝服兵役的人的受到了惩罚跟痛苦。因为抵制兵役法要要被判罪，就是解救这些人，就是在温和派做的事情。这一年的五月，政府实施了一项新的征兵法，规定已婚男性跟未婚男性一样。 都要有服兵役的义务，这个做法就进一步的激化了关于征兵的冲突。罗素在五月初在剑桥大学上课，面对的是渺渺无无几的学生，空空如也的教教教室，他感到自己很难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活动，他感到自己必须投入到反对国家的战争政策的运动中间去。他确信，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和平宣传的时机已经到来。 他决心全心全意地投入反反战的宣传活动。也就是在这一年的五月，他得知有人因为散发他撰写的反战的传单被政府判刑了，他就挺身而出，他给报纸写信，宣称他是传单的作者，他理应承担主要的责任，而不应该是由另外一个人来顶他的罪。他收到了传票，被法庭审判。 结果呢？被判处被判处有罪，而且要被处以罚款，而且还要支付诉讼费，也就是他败诉了。政府对他的诉讼胜利了。罗素拒绝支付罚款，他就准备坐牢。为什么呢？他还是有自己的打算。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因为反征兵运动被坐牢以坐牢以后的话，这种影响是很大的，所以他也比较勇敢，他不怕他。 判处他的罚款，那他他就拒不交罚款，那准备坐牢，但是呢，他的愿望没有实现。警察是那么做的，警察没没收了他的家具跟书籍，拿去拍卖。警察就说，如果拍卖得到的钱够呢，那就就算是赔赔卖的钱，就算是他交的罚款。如果不够交罚款呢，他就要被关监牢。 但是呢，罗叔有那么的众多的好朋友，都纷纷去帮他的忙。那些朋友们都涌去拍卖的地方买他的买他的家具，买了以后，然后再还给他，所以他家具也没有损失。朋友都花钱给他买回来了，所以牢也没有坐成，所以他坐牢的希望就落空了。不过呢，罗叔没有想到的是，政府对他的审判不光是要判他坐牢，或者要罚他的款。 实际上还有另外的目的，因为因为他被判处有罪，政府就根据这一条就没收了他的护照，就使得他不能到美国的哈佛大学去讲学。其实政府是害怕他把反战宣传活动开展到美国去。他实际上已经收到了哈佛大学的邀请，但是现在护照被没收就去不成了。政府担心他。 到美国去，除了去讲学以外，还要去搞反战的宣传活动。呃，与与此同时，罗素还收到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通知。那通知上说，因为他是违反法律了，撤销了他在这个学院的讲师的职务。这个打击，照道理是还有点大的，因为职务也没有了，护照也没有了。但是对于罗素来说呢，这个打击算不了什么。 相反的，这这种这种惩罚就促使罗素下了决心要脱离体制。你不让我在剑桥三一大学当教当教讲师吧？那我就在靠在社会上活动来吃吃饭了。他要在体制外，决心在社会上活动，在体制外生存。他在英国各个地方开展要求停战的巡回讲演，当然他的讲演都是卖票收费的呢，所以他谋生的手段还是有有的是。 把他不把他从剑桥大学开除了，对他也不算是致命的打击。对他的审判呢，使他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跟名声，所以听他讲演的人很多。他的讲演的现场往往是座无虚席，所以他讲演票卖的很好，收入也还是相当可观的。到了一九一六年的九月，英国陆军部给罗素下达了命令，禁止他去所有的远海的地区。 看起来呢，情况是这样的：英国的卢俊部把罗素当成是德国人的间谍，怕他去远海的地区给敌对方面的船只发送信号。这当然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了。一个全世界著名的哲哲学家，居然要跑到海岸去给德国的舰船或者潜水艇发信号，这英国的那卢俊部那种担忧也太可笑了。 而政府的文件、内部文件表明，他们的真实的发出禁令的真正的原因是这样的：是要阻止罗素与与那些拒绝服兵役的人士见面；那些反征兵运动的人士，有些在远海的城市，嗯，陆军部下了这种命令以后，就禁止罗素去，其实是怕他们去跟那些运动人士、活跃分子联系在一起。 罗素呢，他就下定了决心，我不管这禁令，他坚持要到远海的地区去做讲演。他这么做呢，会大大的将政府一军，因为如果政府以违抗禁令起诉跟审判罗素的话，罗素就会趁机以法庭为讲坛，大力宣传自己的观点。另外，政府呢也没有办法解释。 同样的讲演内容，为什么在远远海地区就不可以讲，在内地就可以讲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的吗？政府反正就是审判他也不好，不审判他下禁令呢，道理也说不通。后来，卢俊部私下里跟罗叔就做了一个沟通说，说你只要不进行反战的宣传，政府呢可以撤销对他的禁令，就可以到远海地区去。 对于这个提议，罗素是坚决的拒绝了。罗素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也不是一个善罢甘休的人。他把自己跟政府之间那种互相勾兑、之间沟通的情况、来往的信件这些，全部都在媒体上公布出来了。那些内部的谈话，那种就说政府实际上是跟想跟罗素做生意嘛，就不是是真正的人理由，就是要让罗罗。 给罗素下禁令，那些真正的理由都都不是他拿出来这种理由，所以就搞得政府就搞得是非常之狼狈、狼狈不堪的。罗素按照计划到各个地方去做讲演，他不管，他该到哪儿他就到哪儿。他讲的是一般性的政治理念跟政治原则。讲演完了以后呢，他还特别告诉观众：“你们听吧，这我刚才讲的这些内容。” 这都是一般的政治道理，这就是政府不让我说说说出来的东西，政府下禁令不让我说，就这些东西，那就显得是非常可笑了吧？我说的东西也没什么敏感的内容，政府为什么要给我下禁令呢？他这么故意这么说，我刚才讲的东西，政府对这些东西都害怕，都要下禁令，就引起了那些听众的哄堂大笑，大家哈哈大笑来嘲笑政府做法是太可笑了。 罗素的，他也有一些朋友的地位也很高，在议会辩论的时候，那些人就替罗素发难，就质问政府禁止罗素发言有什么理由。政府方面就回答说，他们从可靠的来源得到情报，罗素的讲座，罗素的讲座可能对于军队的部署造成严重的影响。那这是一个很非常荒谬的道理了。罗素立刻就抓住这一点就。 大量的、大肆的嘲笑，嘲笑政府方面的说法。他第二天在报纸上就登出来说，他真诚的希望情报局在收集德国的情报的时候，不要像对他那样缺乏准确性。那就是你完全是胡说八道嘛。那罗罗素做的讲演是一点敏感都没。 内容都没有，你找了一个借口，你说他要是罗素的讲演会对军队的部署要产生严重的后果，要产生严重的影响。他希望你们跟德国人打仗的时候，你们收集情报的时候，不要像对我收集情报这样，那么不准确，那么胡说八道。这样的话，那政府仗怎么打？这完全是嘲笑嘲笑英国政府，把英国政府那种尴尬的局面搞到非常极端的程度。 政府对反征兵运动采取了十分高明的应对的办法，它是什么一个办法呢？这些年不是不是有大量的民众拒绝当兵当兵吗？以前采取的办法，你拒绝当兵我就把你抓起来就判刑，这么做的话就要激激化矛盾就很厉害。现在政府让了一步，他做了一个变通说法，就允许那些。 拒绝去当兵的人，他从事一些替换性的工作。就我征兵还是要征你，但是呢，你不是直接去当兵，你因为你当兵的理由就你拒绝当兵的理由就是我的良心促使我拒绝去参加战斗，拒绝去杀人。那、啊、好，你我我征你当兵，但是我派你去修营房、修公路、修工事这些东西又不打仗又又不杀人，你就没有理由拒绝了吧？这样采取一个变通的办法，对。 对于反对征兵那些人士来说呢，这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因为反征兵的那些呃那些群众，他就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就是直接对抗，我就真是拒绝当兵，我就什么都不说，我就就是不干。这其后果呢，就是要被送去关监禁。第二种呢，就接受政府的变通的办法。 接受一种替代性的方案，就去从事战争的辅助性工作，跟战争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因为这样一句话没有涉及到我去当兵、当兵到上上前线去杀人，没有这种去开枪打敌人的这种东西，我良心上呢也说得过去。而绝大多数反征兵的、反战的人士呢，因为他们还是害怕给关起来，所以他们就选择了第二种变通的办法，就避免被判刑跟监禁。 这样一搞的话，就使得反征兵运动就发生了很很多分类跟争吵。有些人就觉得可以接受变通的方案，有些人就觉得不能接受这种方案。有些人主张要激进一点，就是全面的抵制。有些人觉得我变通的办法也可以接受。所以反征兵运动内部就发生了争论，而且变成四分五裂。政府这一招还是挺高明跟挺厉害的。 面临这么一个局面呢，罗素就变得就心灰意懒了，自己的队伍也也不整齐了，又又争争吵不休，每个人采取的态度也不一样，他就产生了离去的这种想法了。当他断定自己为了和平而奋斗的工作不再有成效的时候，他就把反征兵团体执行主席的这个位置交给了别人。 他就退到自己的书斋中间，还是去过那种著书立说的学者的生活去了。正在罗素退出江湖的时候，他一个哥哥叫弗兰克，他的哥哥是有伯爵的头衔的，就他们他们一家人是贵族，很显赫的贵族。但是呢，长子呢，继承了罗素，罗素的哥哥就继承了罗素伯伯爵伯爵的头衔。 他的哥哥呢，也毕竟是政府中间有非常有地位、非常显要的人士，他去找政府进行说情。这看起来也就是罗素虽然是搞反反政府的、反战的运动，但他毕竟是体制内的人，内在体制内关系还是挺多的，所以他的哥哥又有伯爵的头衔，又到外。 又到政府内部去说情，去，因此呢，英国的内政部、陆军部跟外交部就联合发文，解除了对罗素的禁令。这体制内总还是有办法的，但是有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突然就降临到罗素的头上了，他又遭到了政府的起诉。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在一份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社论。 他发发社人也是说话很随意的，也不是非常严肃认真，也不是去核对什么情况啊这一类的。他在一篇报纸上，他写了一篇社论发表，他其中就很随意的说：“他说英国、法国这些不接受和平倡议，这些国家如果不接受和平倡议的话，其后果就是要让美国的大兵来占领英国跟法国。” 美国大兵开到这里来的目的呢，是要威胁当地的罢工的工人。政府呢，就给他就就决定要审讯他，给他加了罪名，就是他发表了有有损于英国跟美国关系的言论。审判的结果是，罗素被判处有罪，要在二等监狱里面服刑六个月。英国的监狱分两等，一种是一等监狱，条件要好很多。 嗯，然后呢，还有二等监狱，条件就是非常恶劣的，非常非常糟糟糕的。判处的罗素判处了他半年的徒刑，服刑六个月，而且是在二等监狱。这时罗素有点吃惊，因为他在这之前他没想到法官怎么对他那么敌视呢？而且判的这么重呢？判他半年的徒刑呢？就是写了一点文字嘛。 他本来以为呢，跟上次一样，他反正审判了他以后交一点罚款就没事儿了。第一次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宣判他以后，他就对朋友说：“他说坐牢他是不怕的，只要在牢中在监牢里面有书看就可以了。”所以他对他那种监狱里边生活，他还是很乐观的。他以为可以大量的读书。 而监牢里面反正也不能干别的事情，有大量的时间进行哲学思考。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这种生活并不是太难受的。他他对于未来的监狱生活，入入狱之前，他未来的监狱生活，他感到还是挺乐观的。反正我在里面看书跟思考哲学问题吧。但是没有想到，他见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的情况跟他差不多，刚刚从二等监狱里面服完了五个月的刑，被放出来。他被判了六个月。 这个放出来的人服了五个月的刑被放出来，这个人的变化就让罗把罗素给吓坏了。这五个月的监牢生活使他这个朋友满头的黑头发变成了全部的白头发，精神跟身体方面都是彻底的崩溃，面容憔悴，身体是非常虚弱的。这个人就告诉罗素，监牢里的生活啊，跟他想象的是大不一样的。第一，首先是吃不饱。 第二，你想每天要看整天看书思考这些问题的话，时间是办不到的。每天看书的时间只有四十五分钟，其他的时间要在监牢里面从事监牢里面的劳动，体力劳动。罗素这么听了以后，就非常恐惧了。他担心自己坐牢会大大的损害自己的思维能力，而他本来是打算在进行在监牢里面进行大量的哲学研究的。 这下他就感到恐慌了，感到非常难办了。这时候，罗素的朋友们就出来又来帮他的忙，他们就发起了一个在请愿书上签名的运动。那些他的那些好朋友都是英国甚至全世界著名的这些哲学家了。那些哲学家在请愿书上说，罗素呢作为一个哲著名的哲学家跟数学家，他的工作具有超乎寻常的价值。 二等监狱的恶劣的条件会对他的能力要构成损损害，因此呢，就要请求把罗叔的服刑的地方从二等监狱改在一等监狱里面。二等监狱那对对罗叔的健康损害会很大的，对他这么一个做有贡献的人是不行的。法庭最后接受了复吁书上的意见，就对罗叔的最后判决书是说。 像罗素这样著名的人物，因为服刑的条件不能够不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的话，对于国家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此，罗素的判决将在一等监狱执行，而不是在二等监狱里边执行。这罗素就改判在一个条件好得多的一等监狱里边。那些罗素的朋友们就用鲜花来装饰他的监牢牢房。 并且给他送来了大量的书刊、报纸、小说，把监牢变成了一个藏书丰富的书房。罗素还可以在他的一等监狱的监房里面，他可以花钱雇另外一个囚犯替自己打扫房间。他在监监牢里还有清洁工，他每天在浴室里面工作十二个小时，阅读写作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绩。 这这就是在一等监狱里面实现了罗叔入狱之前的这种想法，条件很好，每天有大量的时间来阅读跟思考，但是并不能说他在里面就过过得过得如鱼得水，非常之好。罗叔在监牢里面还是非常难受的。他在自己的自传里面就说，做监牢其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让他最受痛苦的让他。 最受折磨的事情就是孤独。那对外的写信是有有次数限制的，对对外跟见朋友谈话这是，这是也也是有限制的。就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待在牢室里的话，虽然牢房里的条件还好的话，但是孤独是一个非常难以忍受的事情。所，所，所以，罗素实际上对做监牢还是有一种刻骨铭心的那种痛苦的记忆。 在一九五四年的三月一号，美国成功的试爆了可以用于实战的氢弹。在这之前半年，苏联也宣布他们试验氢弹成功了。人们通过科学家的解释就知道氢弹跟核战争是怎么回事。大家就知道，如果发生了核战争的话，它的后果跟性质是与以前的任何战争是大不相同的，残酷性跟灾难是空前的。 热核战争不会区分打打胜仗跟打打败仗的人，赢家跟输家这是没有区别的，遭到毁灭性的很可能是全人类，而不光是打败战争失败的一方。在这一年的圣诞节之前，罗素发表了他一生中间影响最大的一一个广播广播讲话，他广播讲话的题目是《人类的危险》。 他的主题是讲向人类发出严肃、严严肃的呼吁，设法避免全球性的自杀。他向听众提出了这么一个可怕的，但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我们毁灭人类，还是人类放弃战争？他在自己这篇著名的讲话结束的时候说：“如果我们选择正确，未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幸福、知识和智慧的不断进步。” 我们是否会因为自己无法忘记争吵而选择死亡呢？我作为一个人，在此向其在此向其他人发出呼吁：记住自己的人性，忘掉其余的一切。如果诸位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面前是一个新的天堂；如果诸位不能做到这一点，挡在我们面前的就只有死亡了。到了一九五五年的二月。 罗素写信跟世界上最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他请求以爱因斯坦为首，率领一批世界上最有名的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他发表一项声明，避免在避免迫在眉睫的核战争。这个神明的草稿其实是罗素起草的。他在四月中旬，罗素就得到一个消息，说爱因斯坦已经去世了。哎呀，这使罗素是心烦意乱。 心心慌意乱的，因为如果没有爱因斯坦来牵头的话，没有爱因斯坦来参与带头做这件事情的话，他的整个和平计划就会落空。但是突然又得到一个好消息，爱因斯坦真是非常了不起，跟非常伟大。爱因斯坦答应了罗素以后，在自己去世之前就把自己的同意的信件已经发出去了。虽然爱罗素是先得到爱因斯坦逝世的消息，搞得他心慌意乱的。 但是过了几天以后，他很快就收到了爱因斯坦生前发给他的信件，这种信件就就表示同意签名，同意牵头来做这件事。最后，罗素起草的这个文件名名称叫做《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签名者包括八位诺贝尔奖的得主，还有罗素本人。七月上旬，他在伦敦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这个记者招待会盛况空前，大获成功。根据宣言的精神跟罗素的倡议，在一九五七年，在加拿大的帕格沃斯举行了一个会议，由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讨论核武器可能带来的危险，如何控制核武器，以及科学家在核武器时代的社会责任是什么。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如何尽到自己的责任？你不光是能够发明一些。 制造发明跟制造原子弹，但是原子弹的用途跟后果怎么样，这是科学家有责任要考虑的事情。这次会议的非常成功，就导致了一个运动，叫做以那会议举行的地方来取名的，叫做帕格沃斯运动。罗素被选成帕格沃斯运动的主席。几年之后，出席帕格沃斯会议的科学家已经扩展到了二百五十人，这都是顶尖级的。 自然科学家，尤其是核物理学、核物理物理学家，所以这对于反对核武器、反对核战争事件是起到很大的作用了。你想，一个会议有二百五十名这种有关的顶尖科学家来参加，能表明自己反战的态度。到了一九六四年，这个运动的当时的这个运动的主席，就罗素之后，当时这个运动的主席获得了该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实际上是讲给这个和平运动的，人们就普遍的认为，到了一九六三年，美国、苏联跟英国签订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炼条约，就是这个运动努力的结果，就是这些科学家发起的这种运动，实际上是有成效的。从一九六零年夏天起，罗素对于争取核裁军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方式？ 他又越他的看法又越来越激激进了，他的态度越来越激烈。决定他态度改变的原因有这么三点：第一点，有一个年轻的年轻的美国人向他提出建议，建立他不光是局限在合法斗争的，在法律范围内的斗争，要采取一种越过法、超越法律的公民不服从的运动，要要劝他搞这么一场运动。他呢就被说动了。 就要搞公民不服从运动，这是越过法律界限的。第二呢，他认为县城的合法抗议呢成效不大了，他他已经把已经举行的这种合法的范围的大游行，就做了很讥讽的评论，他把它叫做野餐聚会，反正大家热热闹闹去走一趟，吃一通，就像过野餐一样。就他对这种。 法律范围内的这种有限的这种争取和平运动，他表示不耐烦跟不热心了。第三，还有一个他可能没有不好意思说出来的这种原因，就是虽然罗素当初是抗议运动的主席，但这个主席名头很大，但是实际上不是这个运动的核心领导，核心领导是另外三个人。罗素一面在暗中，所以他一面暗中策划。 他要超越法律，要进行直接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另外一方面呢，他又向现存的领导人和平运动、和平抗议运动领导人他们承诺，他不另外他不另外搞激烈的运动。但过了不久，他实际上就搞起那种很激烈的运动了。罗素他不顾对同事的这些挽留，他坚决就辞去了黑裁军运动主席这个职位。 他像这个这个运动是太太不激进了，太太保守右倾了。他担任了更加激进的非暴力抗争北人委员会委员会的委员长。北人委员会就是征募到了一百个社会上非常知名的人士，他们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进行那种更激进的行动。 他们的目的就是把运动搞得非常激进，让政府抓人。如果把这一百个非常著名的人士都要抓起来，那就更好。这样的话会就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再扩大他们这种抗议运动的影响。这这个委员会叫做北人委员会，罗素是委员长。这个委员会制定了对政府采取革命行动的这种计划。 他们组织了在国防部门口的游行示威，媒体而且做了广泛的报道，罗素的威望就上升到了顶点。但是，他们的活动并没有成功，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集行动会刺激政府抓人，这样的话，运事情闹大了的话，造成的影响就会很大。但是他们在国防部门口示威，政府并没有为，没有因为这件事抓人，所以他们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所以，到了一九六一年的八月，是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的纪念日，罗素又找到了一个机会了。他在群众集会中间故意违反了在海德公园不得进行和不得使用话筒的通知。我们都知道，海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可以任何人都可以在那里发表言论，那是一个最主。 最体现言论自由的地方，海德公园大家都知道的，你各种不同的观点都可以在那里发表。但是在罗素那那个时代，就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当初对海德公园还是有一些法律上的限制。你可以发表任何言论，但是你只能用你自己的嗓声来自然的发生。如果你使用话筒的话，这就是违反了这种在海德公园发表讲演的这种规定、这种法律的规定的。 所以罗素就故意要去触触犯法律，他就是使用话筒在海德公园进行讲演，他就是这个被定定定成了是一个藐视法律的行动。他因为有这个行动的话，终于罗素就如愿以偿的被政府就以破坏治安为名来起诉罗素，达到了这种目的。他在法庭上如他所愿的那样，他慷慨陈词，引起了公众的满堂喝彩。 法庭就宣布罗素被判处监禁两个月。那时候罗素年龄已经非常大了，八十岁，八十高龄了。然后罗素的辩护律师就出示了他的健康跟医疗证明，就以健康为理由，就把罗素的两个月坐监的刑期半改变成了一个礼拜。 对罗素判刑一个入监一个月的，一个礼拜的话，也引起了全世界的抗议的浪潮，所所以罗素在那段时间是声望是急剧的上升，在年轻人心目中间已经成了一个圣人了，到了这种地步，罗素在晚年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越来越多的介入跟调停大国之间的危机，越来越多的喜欢。 思想是越来越左倾，行动越来越激进。其实他非常享受这这样的一个局面。他的代表在全国，他的代表跟或者他的信使，在奔波于四大洲五大洋与发生热点事件地区的那些政治家商量解决的问题的办法，传达他本人的意见。他觉得这种局面是非非常非常舒坦的。他。 比方，中国跟印度发生边界冲突的时候，他跟周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印度的总理利赫鲁都都有关系，他都提出了解决办法跟这种方方案的。古巴危机期间，他跟美国的总统肯尼迪跟苏联的领导人赫鲁晓夫都写过信，提出了不少的建议。越南战争期间，他的介入就更多跟更深了，他感到自己处在跟大国领袖平起平坐的地位。 他觉得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关系到世界的前途跟人类的命运。他不时联想到自己那位曾经是英国首相的祖父，他的祖父也是叫罗素勋爵，在一百多年之前，他的祖父在出席维维也纳的举行的外交会议，缔造了欧洲的和平。他把自己跟自己的爷爷是相提并论的，他心中的甘心情愿的为了为了世界的和平操劳。 也许他心心头是这样想的，那有什么办法呢？谁叫我是罗素家家里的子孙呢？我们罗素家就是这样，世界上的和平的事情是我们操心的主要的事情。罗素一直自命为是自由主义者，他非常强调学者学者介入社会跟政治问题的时候，必须严格的遵守客观跟中立的原则。但是，古巴导弹危机。 就标志着他的政治观点发生了转折，他从中立的立场转变成了同情共产主义势力，反对所谓的美帝国主义。一九六六年一月份，在古巴的首都哈瓦那举行了一个三大洲会议，也许就是中国提倡的什么亚亚非拉三大洲这这类的说法吧。在哈瓦那举行了一个三大洲的会议，全世界的革命力量的共聚一堂。 那三年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略跟策略，罗素在会上他就做了一个发言。这个发言说明他的观点已经变成那种跟共产主义倾向是非常明显，跟世界上的最左的、最好战的那种人的倾向是相当一致了。罗素在三大洲会议上的发言，他是这么说的：“古巴给全世界传递的信息是：坚决抗争，战胜困难，摆脱残酷的外国统治跟贫贪得无厌的经济剥削。” 再到古巴的参会代表中间，有许多人在几周之前仍然一直在战斗。火药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刚果、委内瑞拉、秘鲁、危地马拉跟越南的丛林中，火药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城市里跟平原上。今天到会的人，我想是，从今天到我，我，我来。 到会来欢迎各位，我想到了古巴人民跟他们的英雄英雄主义，想到了他们的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想到了伟大的革命家切格瓦拉，他们为世界上各地正在进行斗争的人民树立了值得模仿的榜样。罗素的讲话是这么具有战斗性跟革命激情，看起来呢，他已经从一个西方著名的哲学家变成了一个亚非拉的革命领袖了。 很多人都不相信罗素会说这样的话。到了一九六三年，罗素和平基金会就正式成立了。罗素以他的名字命名，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的目的并不是在宣传黑衫军，也不是在调停国际争端，它的主要目的是按照卡斯特罗跟切格瓦拉的构想，推行所谓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罗素的和平基金会是做这么一件事情。 就是在这一年，罗素在新闻发布发布会上宣布，他要组织一个由国际战争罪行法庭来调查美国人在越南的战争罪行。这个国际罪战争罪行法庭被人们简称为“罗素法庭”。他进行了两次庭审，但这是一个民间性的，真正并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它的政治意意味是非常强烈的。 进行了两次庭审，第一次庭审是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第二次是在半年之后的在丹麦。罗素并没有亲自出席这两次庭审，但是在他是请人宣读他的开庭的致辞，他是主席嘛，他谈到了有人掩饰美国人所犯的狂热这种罪行。其实，罗素这个说法就表明他彻底抛弃了中立跟客观的原则，这就等于是说。 他庭审的开幕，开幕式庭审还没有进行调查，他已经有了结论了，已经断定美国是战战，已经有个战争犯罪的这种事情了。后来他在一份声明中间有有有,有说话也说的非常过分，美国在越南的所作所为与希特勒在东欧是如出一如出一辙的。作者的蒙克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对罗素的政治活动做了一个评价跟总结。 我觉得他说的还算比较公允吧。他是这么说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极度年迈的老者，他在政治理想方面变得很痴迷，就钻牛角尖了。认为美国任意侵的侵略会威胁世界的和平。他相信，在反对这美国政策的这种过程中间，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让世界变得更安全一些了。这是罗素的自我一个评价。 罗素从来都不是老练的政治思想家，他总是希望得到解决解决政治问题呢是要得到一个快速的答案，所以他倾向于把每个问题都简单化。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中间，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最经常说的话就是这个问题很简单。所以这本书《罗素传》的作者蒙克，他对罗素的总结就是：对罗素之所以会出现这些毛病跟缺点，他就觉得。 罗素是看事情太简单化了，其实我觉得问题还比这要复杂一些。其实对于欧洲的很多所谓进步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反对帝国主义啊、反对殖民主义这一，已经是他们政治正确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了。这方面呢，情况是很复杂。我暂时就点到为止，就提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